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，超喜欢你，不能分离，我只相信这个真理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，超喜欢你，不能分离，我只相信这个真理。百无禁忌，万夫莫敌，我超喜欢你。我慢慢不能清醒，终于不想清醒，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李令与江。今天妆容的主角名叫洪世浩，是韩国漫画《喜欢我的小世子》的男主。这是我过年开始追的漫，超喜欢这个漫画，疯狂安利给大家，实在是太治愈、太暖心、太可爱了。世浩是个非常开朗、少女心爆炸的粉红色男孩，喜欢的人可能是青梅竹马的男生全慧心，也可能是家教姐姐年青秋。哦，对了，漫画里有个叫范太浩的男孩子，是我的理想型。妆容我画过两次了，重要的部分换了韩国化妆品之后呢，完全被自己击中了，就是那个味儿。这次我用了很多 3CE 的妆品，我真的超级喜欢 3CE， 没有之一啊。当然 Misson 惊艳的新款呢也有很多不错的，也推荐给大家。我这次只用了他们的经典款 3D 睫毛膏，20块钱一支，真的好用，物美价廉。在展示的时候，我因为很喜欢戴眼镜，所以想象了一下世浩把年轻秋老师的眼镜抢过来戴，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啊！我被自己萌哭了。眼妆呢其实很简单，也不用画得很粉红，主要是腮红和唇妆一定要粉粉嫩嫩。秋冬季妆容呢就是这种哑光质感的妆容，会显得很温柔，并没有用什么高光，打了高光会没有漫画感。关于妆容呢，我也没什么好讲的，随缘操作吧，尽量画得干净就行。最主要是世浩在漫画里本来就很像一个女孩子，所以我长发的时候觉得这个妆容也是很适用的，所以日常妆的话也可以学起来，主要是腮红打的位置和唇妆一定要温柔温柔温柔，就像有点受冻的小老虎，但是我可能是个小兔子。化完妆之后呢，我可能臭美了2个小时，拍了很多小世子的表情包和自拍，会公布一部分在微博，微博呢和我的 B 站同名哦。顺带把最后要说的话也说完，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或者是喜欢我本人，一定要点击一下关注哦，如果可以三连点赞、弹幕、评论，最好可以转发分享一下，那就更好了。 Bobby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，超喜欢你，不能分离，我只相信这个真理。百无禁忌，万夫莫敌，我超喜欢你。我慢慢不能清醒，终于不想清醒，